近日，胡海泉被曝深夜与好友聚会泡吧，一行人聚会结束后，一女子喝醉，胡海泉搀扶着将她护送到车上，并坐上副驾驶，他化身护花使者送醉酒美女回家，直到让自家小姐妹把美女送回家中后，胡海泉才放心上车离开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